对啊，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蛮兴奋的，一些人还认识我。小朋友嘛，当然比赛都比较兴奋，但比赛就靠他们自己啊，努力的去比赛，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蛮开心的，第一次来，帮比赛开球，还有，对，也不敢丢，蛮紧张的，加油，把自己最好一面拿出来，全力以赴，鼓励一下学弟，开心打球，好，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就好。